欧系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来了，交车了，交车了，我们来定的嘛，撩妹撩很开心。这种事情对不对？这个工作当中的油水还是要偶尔让你们香喷喷，让你们香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由我来交车。我们上次拍了评比之后呢，我就想说，好像修旅车也可以比一下。好，有观众朋友就说嘛，哎呀，那修旅车可以比一下，刚好 CRV 6我们还弄得到，再加这个 S-Trail。S-Trail 其实之前就很多人，很多网友一直拱我买，好的冰多冰多啊。好不好？这个来试试看啊，其实它也是蛮有话题的啦，全新的大改款嘛，又油电的，引擎跟变速箱都不一样，我觉得是蛮有话题的，而且买回来试一下，说他们现在到底进步，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了，也不错啊，好吧？那我们就进去交车，走。好，麻烦你，那怎么没放名片？在后面。哦，对，我在放后面，因为正常来说，大家都会把行照放在车上，然后就会放在行照后面就好。OK， 好的。因为这本子通常大家都会放在家里面。哦，是。所以我就放在2023年11月，哦，今年的，所以好，不要说胡乱，对不起。小时汽车商行。对啊，怎样？没有啊，讲价。油电呢？油电，汽油。汽油有点，现在新的 Kicks 也是这样的钥匙吗？新款的，对 ，ePower 哦 ，ePower 是，但是油版的还不是。哦，油版的还不是，油版的还是旧型的那一种，圆圆的那种。哦，椭圆形的，像蛋一样那个。啊，对对。哇，它现在这个是比较感觉有点方形，然后比较薄一点点，那比那个圆的薄一点点，比较漂亮一点，然后比较宽一点。嗯。哦，套件是银色这个吗？这个。哦，对对对。这个尿布。这是我们空力套件，对不对？前后薄感跟侧裙。上次的 Kicks 的车主说，他们叫尿布。尿布吗 ？Kicks 的车主说的，大彩球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我有发现哦，它的那个后照镜喷水的是坐在雨刷里面，因为你看、哦、这里有一个管子、啊，所以喷水就是从这边这样喷。雨刷也变得是比较三节式的软骨，我都看一些很奇怪的地方。到底哪一个是大灯？下面这个。这个是大灯啊、哦。这个大灯。啊，跟那个Juke一样。对，它是做分离式的。哎、欸，不过说实在，认真讲，实车比照片好看。我很害怕你要说什么。实车比照片好看了、啊，就是车头其实蛮饱满的啊。我知道了，我觉得这个灯还是这个灯不要做圆圆的。把它拉宽。哦，对啊，它拉这样对称，我是觉得可能突兀感没那么重，而且这个有泪痕呢哈，这是泪痕。这是有开动，有啊，有开动啊，应该通风的啦，吹轮子的啦，吹碟盘的啦。不，我觉得车头还蛮霸气，我觉得蛮有日本的感觉啦，造型很像日本路上会看得到的车子。方方正正的吗？对，就蓬蓬的啊，我觉得还蛮圆滚滚的感觉。哎、欸，有气氛灯哎、欸，有，左右两。你们上次有看到？欸、在这边有呢，可不可以调颜色？不行。不行，它只能调亮度。我可以调亮度，我都已经调到最亮。我车内只要有气氛灯的，我已经调拉到最紧绷。好，来交给你啊，再来。好，那你要不要先坐里面？要坐吗？这么快就要坐？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它这个皮椅是有花纹的，有压纹的。这是皮，我刚刚也是布，我还摸一下。这个顶级沙发长，这个一定好坐哦，好弹性。然后它是坐电动座椅，它有八项。一个还是两个？两边都有。喂，两边都记忆呢。你知道龟毛的客人啊，交车会是什么吗？你拿到前面拍，我按后照镜收着，两个有没有同步？走了。怎样？你觉得？哦，差一点点，好了，没有，我不是龟毛的客人啊，我是说有客人会很龟毛会这样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业务要怎么讲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假设不同步的话。因为两边的那个折射的角度不一样，所以两边的那个电机一般来讲都会差一点点。你就这样讲过吗？这样是有道理的。我管他去死了，反正每台都这样啊，不然我去试别台也是这样啊。哦，真的，每一台都这样。不可能电机都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那个齿轮到哪一个齿，每台都嘛不一样，怎么可能做一模一样？这个离比较近啊，转比较快啊，没有乱讲。
可是真的有客人会去尿这个，尿尿啊不叫车很烦。我们也常常遇到类似这种问题。你不要看客人来卖旧车，也用新车眼光看。有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右边的后照镜声音怪怪的，不管你去听嘛，哪一台声音你喜欢，我换那台的给你。啊，不然怎么办？还有显示器会显示什么？只有时速吗？还是时速啊，然后跟你的导航。哦、导航也会显示在上面哦。嗯，然后跟你的方向转向，它都会在做同步。然后这边呢、欸？等一下，这是现在时间吗？你确定？没有，你出去之后它自己校正。哦，它会，它是自己会校正的。嗯，它自己校正。哎呦，对，不错哦，比那个好、哦。哪个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在那边。为什么那边会有？那我们就借场地给他们叫车。哦、好、哦，可变压缩比耶、欸。嗯。哦，这台也有哦。哦，对对对，这台是。我一直以为那个新的阿提玛。哦，我们的阿提玛，然后跟这一台车，然后跟我们的 ePower。好 ，Q 叉也有。对对对对对。哦。然后我们都是可变压缩比。好像蛮屌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的这边有个快捷键，一样也是盲点侦测，行人防碰撞，车子防碰撞，然后跟我们车道偏移警示。这个是什么框框？是什么？这个的话就是盲点侦测，它在我们的车子的左后方或右后方。哦，它跟你讲它的侦测的范围，对对范围，范围在哪里？哦、然后盲点侦测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呢。嗯啊，真的、哦。没有车会跟你讲它盲点侦测侦测到哪、啊，还是说它的图路可以放大缩小就更棒？应该是说它会。我想要侦测放得大一点，把那调大。不行啦。然后我们盲点侦测时速32以上，它会做动。哦，盲点要32以上、哦，这么好玩的数字，32以上才对，32以上它才会亮灯、哦。那亮灯之后，你打下方向灯，它才会有声音提醒你。哦，它会有声音哦。嗯，还是可以开关。啊，它也可以开关，声、哦、音的部分。OK。然后它前面的防碰撞系统，它是时速10到60是行人，10到80是车子，来不及刹车它会紧急做刹车。哦。然后车道偏移警示。它是时速70以上，它才做动。如果压到边线的话，它会震动，然后控制稍微控制一点方向盘这样。超大屏是全速全速域跟车吗？啊，全速域跟车，而且它有车道之中，也可以。静止之后，如果前车走了，它会继续跟吗？啊，继续跟。不用踩油门什么的。不用不用都不用踩，都不用踩。它考不到。上次有考到。上次是哪一题？忘记了啊！盲点侦测颜色，亮黄色还是红色？不是都黄色的吗？一般都是黄色，但这一台是橘红色。他怎么问那么无聊的问题啊？这太过分，是陷阱题。对啊，问人家颜色。这谁问的、啊？他就是想要把考倒，就对了。设定的部分啊，这个 VDC 设定，它是循迹反光系统，啊、然后、這個……哎，我通常都关掉呢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假的？好谢喽！我想说他会回什么？我想说他会回什么？我正要把你关掉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他会回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口味这么特别！3缸1.5，嗯，涡轮油电，嗯，好，没错。然后没有，因为我是觉得不太懂，我手一直对啊，它还好。连接设定是什么？这个基本上就是你的钥匙、哦，它会显示你有几支钥匙嘛。对对对对，这以前要插电脑才看得到的东西，现在直接显示出来给你看。哦、所以你是用钥匙一上车，钥匙二上车才能看。对，像这个主机的话，基本上啊，我帮你设定它导航的地址，我到另一边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喜欢这种短短的。虽然我们昨天去那个车展啊，其实有蛮多车坐的，我觉得比较现在好像是现在流行这种短短的。还不错，我觉得短短的蛮可爱，要不然有的改波感嘛，它这种短短的其实蛮可爱的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讲这盘好讲那么久？因为观众朋友喜欢看这个画面，不相信再拍一次，来，好吧，观众这个时候如果直播就留言，再停久一点，哎，好，请，好，哎、欸，谁叫就夸成李多慧呢？哪有人家漂亮多了？我刚刚这样，我以为李多慧，阿、啊、感觉不知道李多慧是谁。怎么可能？你哈个被洗！真假的？好，来，这个帮你开。好，来，好，然后帮你打光了。好，谢喽。然后像这个地方，我帮你们设定。然后它，你要用原厂的导航，它才会同步到你的抬头显示器上面。如果你用 Apple CarPlay、Android Auto， 它没有辦法，它不会显示、嗯，不会投射到。对 对， 對，它不会联动。哦，你还可以选节能驾驶最短的，对对 对， 對，最短，然后按开始之后，它才会这边行驶50公尺，它这边就会跟它一样，沿着公路行驶50公尺。然后你如果标导航的话，你就按叉叉。我刚想说它啊了一下，我想音响还不错，一看 Boss 的、哦，对啊，现在可以了，对啊，它里面有 Boss 音响可以调吗？音效，嗯。对啊，我比较紧，然后你可以声音调前面一点。我可以用按。等一下再试试。
不要，那个是开越快越大声。啊，他有开是不是？对，他是第三格。哦，关掉。预设是第三格。我还想说你叫我把它打开，差一下。对，那要关掉，那塞冷巴了，变广播车。越开越快越大声嘛。他是哦，他这样直接降下去。嗯，我看一下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啦。因为我有壳啊，然后我壳太厚，然后换，还是要开，哎，冲了，妈的，会冲了，不冲。应该是壳太厚了吧？哦，因为他这次把这个有比较往下移，出风口也做到这边来，所以他这整个手拉箱就下移，手拉箱空间应该还不错吧？还行。你拍得到吗？会不会太暗？对啊，没有。啊，没有，观众没有看你补。所以它的那个气氛灯只有这里吗？前门两条，是不是？对，两边。这边中间都没有嘛，对不 对？后面也没有嘛。有脚踢吗？有钥匙要可以脚踢，我帮你拿钥匙。来，我们大概一只手的距离，然后大概是这个位置。然后如果我们有钥匙，我们踢一下就可以。哎、欸，不用很进去哎。不用，它在外面就好，就这个地方。就大概是左边这颗雷达这边吧，差不多。对，我不要再踢，再踢要关起来。阿丹，你看这是全封的，整块都封起来，就是整个后车厢盖内部全部都封起来，一般都大概都封这块嘛。对。对啊，这全部都封起来。好，我们就往后。哎呦喂！好，搞定。OK。它有一个功能，关的还蛮柔和的，还会吸一下，像吸门一样。如果说今天呢、啊，你的车窗忘记关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按上锁。这个是150万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啊，有人要交车了。然后我们的车窗就可以锁起来。你说长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长按锁。嗯，长按锁。然后这是要交车了。对啊，它应该也是要交车。你看，买120级的，相形失色，一样是交车，酷死了，鬼霸椅。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这样就好了，搞定了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可以送客了哎、欸，辛苦，很专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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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非常谢谢静怡啊，这个应付你们这些死小孩、小屁孩，还有老屁孩，啊、还在那边跳舞。啊，老板有交给我三个隐藏的任务、啊，就是要叫我做一些那个打扰别人的事情。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不会，他们还欠我一支舞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再多舞他们都愿意啊。真的吗？对对对对，随时啊，随时欢迎啊。好了，搞定了，非常的谢谢静怡。好、yeah ，如果要找他的话，在新店展示中心。对，新店展示中心。就是玉龙城旁边那边。对。宝鼎饭店那边。嗯，没错。家乐福旁边。家乐福，对，玉龙城对面。转角加油站。对。另外一边转角是卖卤肉饭。再过去一点，有一间那个黄牛肉炒面很好吃。再过去还有台南那个米糕。哎，讲那么 detail。台南米糕，哦，台南蛙粿啦。台南蛙粿。台南蛙粿，我以前招摇不嘛，点去吃。哎，那间好吃哎。对啊，从小吃到大，以前在跑营业所的时候，要去那边吃一下。哎，真的很好吃。对啊。我们很多业务都很喜欢吃。那个黄牛肉面也是生意很好，我那边我熟得很，我告诉你。真的、哦。要常来。好啦。那要去找静怡，服务不错，很专业啦。问还目前我是还没有考倒他啦，那这个欢迎来把他考倒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觉得蛮厉害的，这不是性别歧视啊，女孩子对车总是没有这么的有兴趣比较居多嘛，所以要深入研究一些你们这些男人的那些功能。其实不是每个女孩子，不见得每个女孩子都有办法这么专业，学习到那么深入。好、哦，但观众朋友本来就喜欢看小师买车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大家都同意这种，我们这个买车的时候挑一些大家喜欢看赏心悦目啊的这个画面呢，再多帮我们做分享啊，留言让我们知道啊。那这个流量不错，我们以后呢，我们就精挑细选，好不好？那之前跟我配合过那些业务，想说啊，你们这些王八蛋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刚好安静了，怎么样？双层玻璃啊？真的假的？嗯，对啊。听不太到外面哦，有鼻音听到了，但人声蛮强。我现在最大的体感啊，其实是很安静，真的很安静。现在车其实隔音真的越来越进步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那个双层玻璃选配真的是选的选对了。业务还跟我讲说没什么人选。
这个如果像我们上次三台车试有没有？嗯，还有可能就不会说车子从旁边过超车什么，对，应该就听不到。避震器支撑性还不错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次的试驾。我觉得这个避震器比我想象中的来的 Q 弹，我以为会很软，其实蛮 Q 弹的。我相信阿呆你坐起来应该有感觉。嗯，对啊，所以开起来转弯转向，我觉得是还蛮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好啦，那个下次再试啦，好不好？期待下一集，期待下一集《新车杀手》重现江湖，大家过年期间又有好片可以看了。时代进步，你看旁边就是第一代的叉翠，我们开始是最新的叉翠，这就是时代的变迁。它的萤幕应该还算大啦，它比例拉得蛮宽的，耶。环境啊，怎样？环境，画质不错了吧？哎、欸，还不错呢。哎、欸，120万。新美啊，妈的，还买不到，这这么大一台，也、欸、不错哦。我们里面光源应该不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它噪点还没有说很差。哇，短排档，好像飞机档吧？其实握起来像滑鼠，很舒服，好不好？这样，而且很 Q 哦，你拍看很 Q。你怎么觉得那个手握的好像很生疏的样子？这我这是左手。还蛮 Q 的，比我想象中还要长哎、欸，就是行程哦，行程距离，因为短短的这样，对、啊、像 V 链还是什么拍一下而已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很长。好，到了，有水机了，哎、欸，它有迎宾，有迎宾模式，这几款咱都要一赛，对不？这几款咱都要一赛，他刚移车，被发现了，还记忆起来，被发现了，掉下来了，哎，把我录到前面。150公尺后请回转，250公尺后靠左行驶，然后立即向左转弯，再继续沿着向台北南港展览馆方向行驶。展览馆，展览馆，好绕口。台北南港展览馆。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